sky is just as blue. It's as if I'm stuck in yesterday when I'm thinking of you. Cause when you have your morning coffee, I'm turning out the lights so I could dream. And when you smile through the screen, I wish you could be with me. So I lay down. Oh my god.大的有点多，大家早安，我是北海道女婿。早安，我是赖美惠。等一下呢，我们要拍一个 vlog， 生活的 vlog， 跟大家介绍，就是生这个小孩啊，有五项这个我们很推荐的一些产品哦。换完尿布了，咦，是不是很开心？哟，换完尿布了哟，不要踢爸爸哦，开心开心，叽叽叽。要洗澡了，好开心。我回到海里吗，小？もう大きくなってきたからベビーバスちょっとちっちゃいかも。もう一緒にお風呂入れるかな。じゃあ髪洗おう。おお。哟，吃手手。出産してから私が買ってよかったな、毎日使うもの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れ、消毒器と温度のお湯ね。これは台湾から持ってきたもので、日本には探したんだけど売ってないんだよね。これ本当にもう絶対必要。那个日本没有吗？没有。日本はこれ。这个是什么？これは同じようなものなんだけど、ここに哺乳瓶を入れて、水をちょっと入れて、レンジで5分から6分温めて消毒する。哦，所以日本都用这一个来拿去微波炉消毒，对不对？でもこれもね、ほら、ここに水入れてさ、蒸気でやるから同じ意味なんだけど。私はこっちの方がそのまま乾燥もしてくれるからすごく便利。すごいね。ね、日本ね売ってないんだよね。しかもこれすごい、哺乳瓶全部で 1,2,3,4,5,6,7,8,9 本も入る。まとめて消毒できちゃうから本当に。お得って感じ。ねえ、ママさんは時間がないからさ。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消毒哦，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负离子烘干，然后这边可以放水，然后这边可以放，要放水，非常的便利哈。那小孩子因为这个肠道系统比较这个脆弱一点，所以都要奶瓶要彻底的消毒。对。然后那个小朋友在哭了。
そしてそしてじゃん。OK， 这个真的是超方便的。对对。これ本当に便利。まず、はい、レオくん。ミルクミルク。ここのマジックテープを取って。在吵着喝奶奶了。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级方便的，每一个这个有小孩的家庭，我百分之百这个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买。OK， 大家在这个喂小孩喝奶，是不是都要拿着奶瓶呢？然后有这一个，这个叫什么？日文叫什么？これは授乳クッション。哦。この授乳クッションのいいところはまずママが抱っこしなくてもミルクをこう飲んでく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だけど、家事をしてる時とか、あと一番助かったのが運転中にレオくんが泣いちゃってミルクあげられない、あ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と思った時にこれをセットすれば横でねもうミルク飲みながらそのまま寝てくれるし、本当に運転中は助かった。あとはやっぱり家事ね、その時に。でこれレン君の時使ってなかったんだよね。でレン君の時は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产品。なんかこういうの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ネットで調べたら見つけて、本当に買ってよかったって。おすすめ。おすすめな看到。あとベビーカー乗せてる時も、也可以使用。看那个小手手握着这一个枕头，看多便利。这个台湾也有在卖。对，台湾都有。然后这个时间啊，妈妈就很忙，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本当に很棒。有小孩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去买一台空气滤清器哦。那其实在北海道啦，虽然空气已经非常的好了，其实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尘螨啊、病菌啊，其实在空气里面啊，真的是需要这种空气清净器才能把这些病菌这个过滤掉啊。特别现在是有小孩嘛，所以我们特别 care 这些小孩的一些健康跟这些过敏源的问题哦。那我们就很推荐这个这一台叫做 Honeywell 哦，这个小分机哦。那其实买这个空气滤净器有几个特点，依旧是它试用的频数。那这一台试用是5到10频，其实蛮适合我家客厅使用的哦。那另外第二点呢，就是 care 它的这个空气器的这个滤网。那这个空气器的滤网呢，是这个 HEPA 医疗等级的，它可以过滤掉 99.97 这个 PM0.3 的这个微生物哦，或者一些病菌哦。那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双层的过滤网，一个就是 HEPA 的过滤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活性炭的。那活性炭的这一个滤网啊，就可以过滤一些异味啊，可以先挡在这一个活性炭的滤网哦。所以呢，我非常推荐这一台 Honeywell 的空气滤净器。另外呢，因为这种空气滤净器啊，基本上啊，很强调这一个安静的程度。那基本上它有三个档位啊。那现在比如说空气很清新的时候啊，现在在绿色的档位，大家都听到。完全没有什么声音哦，那我把它开到一个最吵的这个档位哦，那这个声音就会比较吵一点哦。我用这一个麦克风直接贴在这一个机器，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哦。那官方的数据大约是 48.8 dB 这样子。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种空气滤净都是开24小时，完全不会关哦。那大部分都会是在这一个档位，你看。非常的安静哦，你在晚上睡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台空气滤净器哦，非常的安静的。另外啊，大家就 care 就是省电的问题啊，那这一台的这个额定功率是26瓦，那我有这个去计算哦，就是说它如果开一天24小时都开着的话呢，不到0.6度的电，那以台湾一度电差不多3块左右呢，一天。不到2块钱哦，所以非常的省电哦。
那 Honeywell 有这个品牌呢，在连续九年哦，台湾这个空气净化器是连续九年都是第一名哦。那目前这一台跟这个北海道女婿做一个团购的合作，原价是8990哦，那这一次只要7590就可以买到这一台空气滤净器哦。那可以趁这一次入手这台空气滤净器，让这个空气啊过敏源减少很多哦。有个特色就是在这边可以滴上你喜欢的精油，所以它叫做小分机哦。这边就可以滴上你的精油，就可以让你这个空气滤净的同时啊，可以把你喜欢的这个精油的这个芬芳啊，整个扩散到这个空气里面哦。这一台就是主打它这样的一个小分机的一个特色。你看到没有？睡着了。电动スイング那么对，这个我们也蛮推荐的。在这个练滚小时候，这一台我们常常使用。この揺れはね、四段階で。もっと速くなったり遅くなったりして今は一番遅い揺れで寝かせてます。音も4段階でもうちょっと大きくなるけど、あんまりね大きくしてうるさいから、いつも使ってるのは一番ゆっくりと一番小さな音です。本当にリンクの時から使ってるけど、これは本当買ってよかった。聞く这个我们真的蛮推荐大家买的，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啊在哭的时候 ，Lengun 小时候用这一台，常常就是摇三分钟内，那个 Lengun 就蛮常睡着的，蛮好用的。对，来看我们家这一个 Lengun，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这些爸爸啊，真的要买一台给你老婆。嗯，对。谢谢。これ台湾の時でも使ってた。对对对。日本から持ってた。日本の方がやっぱ安かったりする。ね。这一台在日本卖还蛮便宜的啦，蛮便宜，赔蛮多的。所以下次如果真的疫情结束来日本，可以去买一台。嗯。对，台湾贵蛮多的。对，有一点贵。对对，台湾莫破万。嗯。对。ちょっとね。荷物になっちゃうけど、对对对持って帰る価値はあったかなっていう感じ。对对对。我们没有。哇！天哪！凶送啊，凶送啊！那还过得这么爽，吃饱睡，睡饱吃。来，哎。啊你！起きたな。最近の私の生活は産休になって仕事がない分、レオくんと一緒に過ごす時間も多くて、毎日楽しく子育てしています。レンくんが保育園から帰ってきたら、近所のママ友とレオくんと一緒にみんなで楽しく家で遊んだり、あとは近所の温泉行ったり、ゆっくり楽しく過ごしています。老公谢谢。听到温泉大家觉得怎么爽啊。然后最近Leo滚四个月了，要开始玩一些玩具了。那他平常很喜欢玩这个玩具，他手会去拉他，但他现在刚喝完牛奶，一脸想睡觉。好了，妈妈不要逼他玩了，让他睡觉。困起呀啦！困起呀啦！困起呀，困起呀啦！我是北海道女婿，我是奈美惠。那我们今天介绍几个这个新手妈妈必买的物品哦。那真的非常需要买哦，这些爸爸哈就直接买了，特别是这些电动床非常的推荐哦。
睡着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哦，ちょっと待って。嗯。一つ。嗯。買って。あの全く使わなかったものがあるの。はい、いいよ。いい。紹介してください。はい、一つだけ本当に使わなかったものがあるんだけど、じゃん、これパパなんだと思う？これ、これなんだと思う？老婆很爱乱买东西。本当これね、レン君が生まれた時に絶対あ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買ったんだけど、もう買ってで家に届いた時には必要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でレオくんの時に使おうと思ってたの。正解はおしっこカード。おしっこカード。そう。はい。これ新生児ってピョンって男の赤ちゃん。おしっこ。做换尿布的时候，把它盖住弟弟嘛。对。啊。Okay, okay, okay. 本当にバーって、それで絶対あ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って買ったんだけど、本当に使わなかった。は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これは無駄遣いだった。はい。本当にだってひゅっておしっこしちゃった時に、あーってやっ、あーってやっとやろうと思ったらもう、うん、もう。有点像那个捕手的护挡，就是示意图，就是盖在这个脚底底前面换尿布的时候，对，然后就不会在你换尿布的时候喷出来，喷的你满脸是那个尿这样子。面白いこれ。ダメ。はい、そういうことで今日は動画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ね。バイバイ。